一个好的戏呢，常常呢会让人家印象深刻，通常都是他一开始片头的时候的主题曲。我们知道哦 ，Leo， 你也唱了很多我们民视八点档的主题曲哦，有哪些还记得吗？我印象中啦，我印象中的是《忆难忘》，是民视八点档《忆难忘》的这个片头曲，《坚持》。阿毛过来的是，我记得爱来对后未分芳啦，是哦，阿过来的《娘家》哦，《娘家》的迄个。惊奇，阿克莱夜市人生，亚奇林先，亚奇林先，阿、我嘛针对这个八点档的这个片头啊，嘛唱一条歌叫做《亚奇林先》。其实我讲真嘞吼，我足期待，我问天这条歌，特贵咱啊，弯身、我们的李老师哲义兄吼，我足期待因到底会甲编做虾米款，是，而这个。样貌啊，咱讲真侪吼，真正卖好迄个观众朋友单雄固吼，咱做回来吼，大家欣赏这条我问天吼，用弯声乐团参咱李友兄安尼做回来演唱，好 ，OK。消失去。